第三十题，已知氟、氖、钠、镁的元素符号分别为 F199、Ne2010、Na2311、Mg2412，哪两种原子的中子数相同？我们晓得元素符号的写法 ，A 跟 B 里面，这个 A 所代表的叫做质量数，而所谓的质量数就是我们的质子数，再加上我们的中子数。而我们的 B 呢，代表的叫做原子序，而原子序呢，指的就是质子数。于是我们就晓得，我们的 A 减 B 就会是我们的中子的数目。因此，我们的氟的中子数是19减9，是10个；我们的氖 Ne 的中子数是20减10，也是10个。所以我们就晓得，我们的氟跟我们的氖的中子数是一样的，我们的钠的中子数是23减11，是12个，而我们的 Mg 的中子数呢是24减12，也是12个，所以我们的钠跟我们的镁，我们的中子数呢也是一样的。于是第二三十题问我们说，哪两种原子的中子数相同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 钠镁。